一年多以前发生的美国国会大厦受冲击事件震惊世界，引发美国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式民主的普遍担忧和强烈质疑。这样的事件发生在美国，就是未遂政变。这样的事件发生在其他国家，就是美丽风景线、颜色革命。这再次暴露了美国利用双标民主大搞政治操弄的本质。我想强调的是，世界上没有高人一等的民主，将民主标签化、政治化、武器化，到头来只会损人害己。美方应该深刻反省自身的民主赤字，切实停止打着民主的幌子在世界上制造动荡和分裂的错误言行。